请问昨天晚上跟着谁的？哎，那个有人往这来，可能一会儿忙忙车间啊，或者是咋了？请问下回来，请问这赶紧离开摄像头吧了。这跟头上别不怕好人，都怕孬人。如果来了以后，跟头上拿了点东西咋了？哎呀，在这儿呢，都是给他们商量商量，赶紧去安个摄像头，一会儿老板都过来，安摄像头全方位都照着，因为毕竟是个场地的，以后有啥事儿的话都能监督，都能看，不能是监督哈，也都能看见了。走吧，赶他们过来了。啥也不能这个，把其他人放吗？啥也得给着。那就好好咋回事呗。嗯。来到这儿，我也挺有点天音了哈。嗯。谁呀？然后没吭声。有牛头都来，所以我都听你我都害怕，你知道呗、哦、听你说我都害怕。那你接着咋直接联系弄的谁把这摄像头给装上是呗？对对对，让他给装上的。在一片这不都有那摄像头吧？嗯，怕装上好一点。对，我还听你说，真是看他来了没呀、啊、他到村了，要不进来一点。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。嗯，那就是给几瓶水喝，喝完了啊，一会儿拿去。先拿着，拿这个摄像头到了，也赶紧接上。这个摄像头还能说话，是不？还有那个放包是啥呀？放报警。嗯，可以。装上摄像头放心，那请问搁这谁？来了个人下位了。咋能叫啊？不是里边是冬地，你管人谁时候捞？他今儿想回来这儿了，要没人啊他店里没人。对，嗯。这个里边是啥？手机上也能看不？手机上能看。可以，手机上。两网都可以。手机上也能看。对。哦。反正这活儿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交给你。拉个网线吧，这大摄像头。喂。啊，真大摄像头。这个夜视的话，应该是从这一直是很清楚。高清，不看不。这摄像头只要装到这儿以后，就是不放好人放坏人。对，摄像头都是放好人的。放好不好放坏人。哈哈哈哈哈。都赶紧点吧，点了以后都拍了，还得买个液晶屏是吧？对，弄个显示器。嗯。显示器弄个大的。弄个大的。嗯。然后一天都能看得清楚。对。弄个五十的。行不？五十五都行。在这一下来，总共差不多得需要多少个床上才来？床上吗？嗯，得20来个。20来个都是全方位都咋的？四个车间了。四个车间还有外边。嗯。门还有人家。差不多，反正基本上全覆盖。在这一块儿的确实有摄像头静心一下。哈哈。哎，有摄像头，平常有还是给屋里能看见。对，有屋里能看见了。慢慢他们不用说老那啥的，是不？对。再回。装上是好看的不行啊，装上这边找大门了、这边反正把大门也调好了都行了哈。那你好了，这喝了这等着住了床是吧？住一过来就住。好，不是有那个功能，不是在这个山头底下站3分钟5分钟都报警是呗？在这有这功能吧？有。好，那车间里边也装好了，装好了一个装这边，一个装那边，也等到最后的时候调试一下的，就是摄像头那个屏幕连上以后，反正盲区几乎没有啥，一往这照，一往这照，你看这一圈的应该有没有点盲区？不，是测试过了，都光这个位置有盲区。哦，光这一圈。然后正好调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它这里边装没窗户，哦、嗯，有窗户地边都有找着了。行，比这放的更合理。窗也找着了，人也找着了，看他们有人没事了还跟着喊，哎，谁跟着歇着了？哎，赶紧干活！你应该说，哎，赶紧整片儿。你看他们往这一站，我说谁谁家的，你这走时间了？哎，我走了时间了。啊，这俩盲区挺多呀。盲区是吧？啊，这俩盲区挺多呀。没事，跳过来的。你这边刷起。这边这俩是不是？啊，这俩都是这样掉的。是吧？掉了根儿没盲区。对，你这上掉的角要比那边强了多了，是吧？这个可以开着心啊，爷爷这盲区。外边儿能看见，对吧？对，一般都能看见。嗯。啊，这个这边。把这个书发了。你这看看。嗯。那个小书本呢？这外边儿，这正门儿。哎，这可以。这是进门儿的吗？嗯。这个是院儿的。院门儿的。对，就这个门。啊，今天看到个新的，哎，这是后头这边。这是最门口往里边。哎，摄像头过来了，
员外了，哎呀，这一天真是充实了，没法没法了。员外了以后呢，就知道以后都放心了。如果要是有啥事的话，直接在那个电视上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如果这次电视时间上了，都能报警，可以，哎，里边打了还得操心的多，要不然还得认工，要不得这有监控了，是不是踏实的很？这还拿孩子需要认？啊，得认一个都俩了，啊，到时候你给这错的都完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给老都不用回家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这急性意外了，安全这方面的不用急心了，拜拜。天黑了，该回家了都，你要孩子。